乖，时间遐尼短，你要去倒位赚遐侪钱啊？别烦恼啦，我会想办法。乖，顶头嘛是红包上。听这首歌，你阁想到啥？这首歌是我甲明月上爱唱的一首。今日顶头红包场，咱去问看卖。明月哦，无听过呢，是本名吗？倒个名？我唔知伊个名，安尼就无办法啦。对，那个无办法找啦，先听歌。先替你上台唱歌，安尼啥？我紧忙完嘞。好，我知呀。姐姐，等下哦，你到去楼下帮妈妈买青蛙白鸡米，好不？好。你去把靠你，较细你个哦，哈。好。别来走啊！给。欢迎美丽豆娘子轩。对，别烦恼啊！今日这样说啊，第一红包赏小瓜，那一定找得到的啦。大大，把豆芽吃一口，别夹。来，等。
喂，我是啊。哎，看到你了。小朋友，他碎裂啦，过马路要注意啦，啊。哎哎，哦，走哎。小贺、啊，我是不是真歹面相啊？你看到我照个杯呢？没啦，大爱，你比阎罗王较和蔼可亲啦、啊。你们这边吃物件？是。阿姐，你先坐。